这个礼拜，在神秘的九峰基地，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进行实弹射击演练，阿帕契攻击直升机发射地狱火，场面震撼。 可以看到地狱火锁定海上标靶，准确命中每个靶位。另外还有 OH-58D 战术直升机也发射地狱火飞弹，各型陆航直升机，包括俗称大 A 小 A 的阿帕契攻击直升机，跟超级眼镜蛇攻击直升机都展现精准射击训练成果。而这次我们知道，在九鹏的神鹰超演，包括六栋幺旅跟六栋两旅，陆军空中火力最强的直升机全部登场。射击项目包括空对空的刺针飞弹、响尾蛇飞弹，锁定空中靶机。 地狱火则是瞄准海上靶位，总共发射30枚空对空、60枚空对海的地狱火，以及188热焰弹，包括 CH-4拐运输直升机也会在现场发射热焰弹，可说是相当罕见。